You and I, we are so random. You bring the darkness to the light, split the atom. I ignore the fact that this will never last.我一般每天早上起来都会刷一下这个一亩三分地，然后看一下现在美国新冠的人数，然后今天截止到4月15号已经破60万了。天哪，60万是什么概念呢？我今天早上还收到了就美国政府发的1200美金的补助金，我身边很多朋友他们都是今天早上开始收到的，因为我们基本上都是刚开始工作嘛，然后很多人工资都是在75000美金以下，好像是你75000美金以下的工资的话，去年的工资，然后就会拿到1200美金的补助金，然后10万美金以上的好像是没有，然后75000美金以上的差不多是依次递减这个规定吧。这个白拿钱的感觉还是很开心的、这个水杯是我前一阵儿Anthropology Home and Furniture Section 打75折的时候买的，就是非常非常厚实很有质感的一个陶瓷杯，然后最可爱的是它里面有一只小狗狗。应该有不少女生像我一样特别喜欢买杯子呀这种有的没的，然后我还有一个杯垫也是 Anthropology 他家买的，这种大理石花纹的，然后旁边是镶了一圈金边，也特别沉甸甸的很有质感。然后我还有一个这样式的，是跟这个杯子一套买的，我一般就是书桌上放一个，然后床头柜上放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每天在家用来做计划的一个时间轴式的周计划表，我这个是从一个博主叫青青他那里下载的，他这个表格的设置我觉得确实是非常简明而且功能性，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很实用的。他每天是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因为我现在在家就是也没有工作什么的嘛，就我每天基本上学习呀看书呀，就是可以安排的时间比较杂，然后还包括拍视频什么什么之类的，这种表格我觉得就比较适合学生还有一些自由职业者，但对于上班的人来说，你可能每天就是9点到6点都是上班，所以就可供你安排的那种1个1个小时的这样的情况是比较少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下他专门讲解这个表格的那支视频。刚刚吃了个 brunch， 然后现在准备化个淡妆吧，因为下午可能要拍点东西，然后正好我想试用一下昨天新收到的 CPB 他家的这个新版的隔离，这个我看网上评价还挺不错的，然后前一阵安娜阿姨也出过 CPB 他们家隔离和桑提卡隔离的一个测评，我看她视频里面，我基本上是看完她视频之后就被种草，然后正好是 Nordstrom 85折吧，然后就买了它。哇，感觉特别水润，然后也很好推开，我觉得用手上就可以了吧，用海绵的话我怕会特别吃粉，它是有一点点遮瑕力的，然后提亮肤色的效果我觉得还是蛮明显的。这么看17号丝芙兰就要开始打折了嘛，然后昨天晚上我睡觉前又看了看我还有没有什么想买的东西，
然后我正好呢又看了一下我很久没有上过的 Selfridge， 因为我之前买了他们家那个一年的 shipping 的会员，然后我发现Selfridge 上面雅诗兰黛小棕瓶的定价是丝芙兰大概是75折吧，就特别特别划算，所以我从我丝芙兰购物车里面把我之前想买的小棕瓶高能小棕瓶，然后还有Charlotte Tilbury 的那个定妆粉饼全给删了，因为 Selfridge 上的原价就已经是丝芙兰的75折了，而且还免税。我感觉吧 Sephora 他们现在这个打折确实是就一年一年下来你会发现你可买的东西越来越少，因为他们家每次都是8折，就没有更强的折扣了。然后像其他一些网站，比如说像各种护肤品牌的官网呀，或者是Bird of Goodman 或者是 Nordstrom 这些，其实很多时候折扣是比 Sephora 好的。我感觉可能今年我连他们家的 VIP Rouge 都有可能买不到。但我觉得我最近又在跟身边朋友聊嘛，就是我们会觉得其实还是挺想要这个 Rouge 的，因为毕竟是用了这么多年的 Sephora， 但是如果你真的买不到这个钱凑不到的话，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硬为了去买这个 Rouge 而去非要凑够1000块钱，对吧？肯定还是哪儿更便宜在哪儿买嘛。来给大家推荐几样我这段时间用过的超级超级喜欢的关于祛痘然后还有祛痘印的几样产品这三样呢应该都是我近2-3年来用过的在我脸上我认为效果最明显的三样产品，然后其实都是比较网红的产品了。首先这个是第一款，这个我觉得它比较适合涂在那种已经冒出白头的痘痘上，然后它需要注意的是你使用的时候要把它静置放一段时间，让这个粉色的粉末完全沉淀到底下之后，然后用这个棉签戳到底，然后把它涂在你已经冒出白头的痘痘上。一般对我来说差不多连续涂个2-3天，然后那个白头就会消下去。然后下面第二款是一个加强的，然后这款它是我觉得是比较针对那种就不是冒白头但是那种比较红肿，就你感觉那个痘痘特别鼓特别硬但是就长了好几天，然后一点动静都没有的那种红肿的大痘，然后它是你需要用之前把它完全摇匀，它的质地特别特别稀，是大家看就这种流动性特别特别强的质地，然后你把它涂在那种大痘痘上我一般都是晚上睡觉前涂，然后连续涂个差不多也是3-4天吧，那个痘痘就慢慢慢慢的就瘪下去了。这两款我觉得在我脸上是效果特别特别明显的。然后下面祛痘印的我最近一直在用的是杜克他们家的这个色修，特别特别好用，我觉得至少在我的脸上它去那种新鲜红痘印的效果真的是非常非常明显我一般是每天早晚都会用是在涂面霜之前的一步会涂它，我一般也是局部涂嘛，就把它涂在那种已经瘪下去的那种红色痘印上，然后我一般可能就差不多2-3滴，然后就在那一片的区域这样打圈按摩，然后等它这个精华完全的吸收了之后然后再来上面霜。我最近有开始在写小红书，然后我的小红书呢我是主要 target 的是职场方面的内容因为其实现在小红书上就穿搭呀美妆呀护肤呀这类的博主实在是太多了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我从这些方面起步的话比较难跟他们做的不一样吧但我觉得职场这个方面其实小红书上做的比较好的博主并不是特别特别多，所以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方向，然后也是一个大家都很感兴趣的话题吧。然后我最近有在做的一个系列呢是叫做50个职业就是想采访一些身边各行各业的朋友吧，然后通过图文的形式来在小红书上展示一下就是各个行业背后真实的经历，然后包括他们的工资待遇他们的职业发展路径是什么样的，然后他们在工作中有趣的日常呀或者是困难是什么等等等等。然后我现在呢是已经做了2期了，第一期我采访的是我一个大学同学，他是在亚马逊做数据分析类的工作，然后第二期呢我采访的也是一个我的大学同学，他之前是有从事过心理咨询类的工作，然后现在呢是在读心理学的博士之后呢还会有一些像是码农相关的呀，然后四大呀投行呀，然后包括自由职业者呀或者是艺术类的我觉得慢慢做吧，这个不知道到底能做多少，但是没准呢没准真有一天50个就全做完了。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看一看我小红书上面这个50个职业这个系列我一般呢采访他们就是我会提前列好我想问他们的问题，大概是5-6个，然后发给他们，然后会约一个时间通过电话的形式先去跟他们沟通。第二个问题我们就只说心理咨询这个工作，因为你之前不是也做过吗？
日常工作就是每天的工作大概什么样的，然后心理咨询师是不是需要非常强的心理调节和抗压能力，对吧？这个问题。那我就分两段回答了。可以分两段吧，我先把这个问题打给你。然后电话差不多沟通完了之后呢，再会通过微信这样打字，我问一个问题，他们给我答案这样的形式，因为最后还是要发截图嘛，所以想的是，还是通过微信这样会比较清楚一些。大家如果有任何想看到的其他职业相关的呢，也可以给我在YouTube 下面或者是小红书下面留言，因为其实如果我只从我身边朋友发掘的话，毕竟比较有限，所以我之后等身边朋友这些资源完全用尽之后，我可能还会拓展到朋友的朋友这种，所以大家如果对任何职业感兴趣的话呢，都可以给我在下面留言，我会想办法做尽可能多的职业，然后展现更多职业背后有趣的故事给大家。然后下面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自己找工作的这么一个情况吧。如果大家有看我之前视频的话呢，应该就知道我从二月底开始就是一个离职，待业在家找工作的这么一个状态。其实我自己的原计划是三月中旬开始就可以慢慢开始去networking 去投简历了，因为我想说离职之后花差不多可能三个星期的时间学习，然后考考证，然后把简历改好之后再去开始投。但是三月中旬开始呢，美国这边的疫情也开始了，然后现在才过去一个月，然后美国已经突破60万了，所以就我找工作的这个事情确实可能是要搁置个几个月吧，至少。然后具体时间呢，我觉得也不好预测，至少是得等美国这边疫情完全稳定下来。因为像现在很多公司，有在大批裁员，然后并且还有给员工出现降薪的这么个情况，就更别提招人了。招人的公司真的非常非常少。但是我在前几天采访我那个在 Amazon 做数据分析的朋友的时候，他有跟我提到，其实美国疫情对他们公司的影响并不是很大，并且据他的了解，他们公司很多职位，是有在招人，而且是有在要求加速上岗的，所以大家如果对这种互联网公司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多去他们的官网上刷刷看是不是有还在招人的职位。但是对于我自己来说呢，我这段时间基本上就是白天上上网课学学习看看书，不然就是弄弄视频呀小红书呀这些相关的东西，因为我心里已经做好准备了，就我心里已经很清楚找工作这个事儿肯定是要搁置一段时间，估计夏天之前都不一定能完全落挺。所以我就想说还不如花这段时间去多增强一下我自己的背景和竞争实力吧，就更好的去为几个月之后找工作做准备。而且像做视频和小红书这些也算是我的一个小副业和一个小的兴趣爱好吧，所以我目前来说心态还不错，因为每天其实可干的事情还不少呢。然后我昨天也有在微博上看到一些博主推荐那种就是有的网站它统计了现在什么公司是已经完全 freeze 了，然后什么公司呢是还有在 higher position 的，然后我会把这个链接呢也放在视频下方信息栏，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去查查看你自己想申请的公司他们现在招人这方面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个凤梨酥我们在我们这边的中国超市买的，真的是我们在美国买过的所有凤梨酥里面最最最好吃的一款，它是属于那种就是馅儿特别足的，其实也可以拿空气炸锅或者是微波炉稍微叮一下，但这样吃已经很好吃了。我一般白天还比较清醒的时候就会安排上上网课，然后我最近一直在用的都是这个 Coursera。现在已经6点了，然后外面天还是这么亮，我们准备出去遛个弯。我们家这个周围因为比较空旷，所以其实遛弯的话还挺安全的，一般也不会碰到什么人。
now we are so random. You bring the darkness to the light, split the atom. I ignore the fact that this will never last. Your words come out so soothing that I forget that this thing is confusing. Having such a blast, but don't ask where my head is at. Cause I'm cruising through the rush of us. I don't care about love, just need your touch. 前两天收到了我爸妈从国内给寄的口罩，现在国内好像是只能限寄100个，然后像这种一包10个，他们一共给我寄了10包，其实还挺快的，好像差不多10天就寄到了。因为之前 YouTube 上还拍了挺多职场相关的视频的，所以我最近又想把这些视频慢慢分开一段一段的往小红书上放，因为小红书一个视频只能5分钟嘛，但我 YouTube 上的视频基本上都20分钟左右。我会把视频导到 iPad 里面，然后用这个 app 叫 InShot 稍微编辑一下。Hello， 大家好，我上床了，准备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最近喜欢看的电视剧。首先第一个呢是在 Netflix 上，我最近有在看这个韩剧叫 Kingdom 王国，我是前一阵把第一季刚补完，然后最近准备开始看第二季。它每季很短，每季就只有6集，所以看得特别特别快。大家如果对那种比较偏惊悚的丧尸题材感兴趣的话，我觉得这个王国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然后它整个故事的背景设定是在古代的，还蛮有新意的，但我觉得它整体的节奏其实比美剧那个行尸走肉的节奏是要慢一些的，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非常不错的，推荐给大家。然后最近还有在看，是昨天刚开始看的这个《鬼吹灯之龙岭迷窟》。因为《鬼吹灯》这个系列这么多年翻拍了好多好多，但是我感觉这部剧的评价算是还蛮高的，然后我也挺喜欢潘粤明的，所以就想说可以看看。然后这个好像只有10几集吧，就不像其他国产剧那种5、60集的看起来那么累。然后另外一部我同步在追的也是一个韩剧，叫《夫妻的世界》，这个我现在看到第6集，然后它也刚出到第6集嘛，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比较像前段时间前几年特别火的一个日剧，叫好像是叫《我的危险妻子》，它主要讲的就是这个男主出轨，然后女主如何去复仇，这样一步一步的故事。节奏还挺快的，就第一集一上来就重点，然后现在第6集，让你感觉好像已经复仇成功了，但是男主又回来准备可能报复或者是什么，就你不知道接下去的情节是要如何发展，所以我觉得这个剧还挺推荐的，节奏特别快。基本上我现在剧的话就在看这三个吧，大家有什么其他推荐的吗？跟大家晚安吧，拜拜。